Other handheld vacuums rely on traditional motors, whereas a Dyson handheld is powered by the Dyson digital motor. It uses neodymium magnets to spin up to 5 times faster than a Formula One engine. It's why Dyson handhelds can deliver twice the suction power of others. 在市面上有许多的杂志、网络、专业书籍都在争相探讨 Dyson 的传奇与科技。大家都说得这么厉害，到底 Dyson 有什么样的惊人之处？就让我们带您来看看。今天来到了贤惠的陈太太家里，看起来家里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但是有没有真的打扫干净呢？我们就让 Dyson 来告诉你。Dyson 是不是很神奇呢？是啊，原来家里可以这么干净，而且啊，这样做家事真的好轻松哦。如果也想要轻松做家事，就与我们一同加入 Dyson 的行列吧。Dyson 的发明解决了传统吸尘器的缺点与问题，到底它有多厉害？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Dyson 的发明，只能骄傲地说它是台吸力永不减弱的吸尘器。吸力永不减弱还只是 Dyson 最基本要求，一台好的吸尘器更应该能够排气干净，更不需要一直花钱购买集成纸袋跟滤网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Dyson 有什么惊奇之处。或许大家都不知道，地板要吸得干净，除了吸尘器吸力要强之外，吸头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。 Dyson 特别设计了气动式涡旋吸头，源源不绝的超强气流通过吸头侧边的入口，直接带动吸头内的毛刷旋转，透过毛刷强力的旋转，能产生绝佳的集成效果。Dyson 为什么可以成为吸尘器的代名词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专业吸尘器的制造商。Dyson 拥有超过500名的科学家及工程师，每年投入20%营业额做研发，为的就是希望可以创造出一台完美的吸尘器。Dyson 气旋科技发明者 James Dyson。英国人兼具工程师及发明家的双重身份，亲手做了5126个吸尘器模型，才研究出让吸尘器不会阻塞的方法。当然，这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台吸力不会减弱的吸尘器。每一台出厂的 Dyson 都经过严格的品管测试，这是 Dyson 对品质的保证，所以 Dyson 敢提供您5年保护，更创下业界不可能的纪录。因此，以价格与价值而言， Dyson 绝对让您物超所值。说到这里， Dyson 还有许多其他品牌吸尘器做不到的地方哦。 Dyson 数位马达的体积只有传统马达的一半，不过每分钟的转速高达10万转，相当于法拉利跑车的5倍。除了耐用度更佳，由于没有碳刷的耗损，也降低了滤网清理的频率。不止如此， Dyson 还有许多的贴心设计哦。使用顺手、透明集尘筒、高气流通道、无任何耗材费用、免换式滤网、配件吸头收纳容易。哇哦，看了这么多精湛的功能之后，到底要到哪儿去买 Dyson 才是真正的划算呢？欢迎大家可以上 PC Home 购买，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赠品组合，任你挑选哦。